请收看卫星世界，用心看台湾。各位孙兄叔仔，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王禅老祖师尊以慈悲开始，十道天心就是世界和平。台中道场是咱世界和平的原点，就是爱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易经风水会当普照咱整个人世间的一切。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到一切苦厄得到平安。今天我们非常欢喜，我们有邀请这一对也是在我们中门夫妻共修的一对夫妻。首先我们来介绍，就是曾琴妹曾师姐。曾师姐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陈琴妹，在中立道场第十五届，非常欢喜心来参与这一段访问，谢谢。谢谢哈，我刚刚把你的姓冠了你的先生的姓了哈。来，中立本尊师兄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中立道场第十五正奇班第十五届曾义本，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台中道场路演，阿弥陀佛。是啊，我首先要来感谢一下我们曾师兄啊，他要来露营之前呢，送给我一罐的这个金枣。对，金枣哈，我听说这个药让我吃的喉咙好一点的，对，响彻云霄的声音哦。对，这个是你自己腌的吗？对，这是我平常每年我都会用，腌了十几瓶。哦，是。然后就送给我最要好的同事或者朋友。是是 是, 是，那我感恩感恩感恩。但是就是土法炼钢啊，是非常好，你自己做。对，然后这一颗你说种很久了，是不是？种了差不多15年、16年了。哦，当然修炼了15、16年，那吃起来一定是喉咙声一定很好。我去田里面吃的话，我都是一直采一直吃，吃生吃的，不会酸。哦，是甜的，是因为心里面有个甜的。吃起来就是甜的哦，那我要用另外一个感恩的心，吃起来就更感恩哦。谢谢，谢谢哈。那因为夫妻同修嘛，你们是同一届吗？对对，谁先进来上，还是一起来上？我那时候是社区弘法，嗯，我是刚好在，我先去上两个月，我因为我看我们这个风水蛮好的，我就请我老婆说，我们一起上课。我们一起去，下课一起回来，也比较心里面比较安啊，没错，不会说有那个挂碍的心。是是是是，虽然是夜间部的同学，但是也希望一起上课一起下课，是不是这样子，师姐？然后他丢了一句话，他说：“夫妻本是同林鸟，修行各自。”啊，这么深度啊！为什么师兄等一下，为什么要丢这一句？夫妻本是同林鸟，修行因为这个东西哦，夫妻本是同林鸟，有难的时候各自飞啊。这样子你有悟到了吗？有，所以我就不放弃了。啊，是，我是后三个月才努力跟上。是是是。好，那我现在请问你，现在因为你们都上届了嘛，你说第几届？十五届。现在占卦谁厉害？占卦他厉害，我会解。占卦你厉害，哦，你会解，那你的功力比较深了，师兄是不是？对，因为他比较会煮饭。这跟占卦有什么关系？有啊，你占卦，我们那个他煮的好吃不好吃，
我们就是用称赞的。哦，是。他就会很尾狐狸尾巴就翘出来了。阿弥陀佛啦，哈。对对。所以家里你们可以配合，就是你站你来解嘛。对。哦，是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人本来就是要那个他好听的，他不喜欢听。不好听的哦，是啊，哎，文雅，大概都爱听好听话啦，哈，这是师父说的嘛，我们要说好话，我们说了一句好话，在天上界就是一百句，哎，对，哎，这所以要说好话真的很重要哈。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哎，为什么你说你那时候刚刚进中门的时候，你在诵经的时候诵天德经嘛，对，为什么会一直跑出总厂长来，这什么意思？我。在4月15号那时候，刚好去中立道场上课。嗯哼。上课的时候，我诵天德经，第一次接到天德经，要诵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哎，是是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诵，诵到速度好慢呢。哎，因为我一直诵，奇怪，我今天怎么刚好那次是劳动节，工厂休假，是心里面就放很轻松，就一直诵。哎，结果一直诵。只有只有那总厂长总，怎么他的脸型，他的那個、都在我的经书上。真的，我真的 是不是你很想念他的？应该是吧。但是这个想念对他来说 不只出现一次吗？就是整从天德经第一天王送到33天王，是他都在前面。哦，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的头脑有问题，还是。嗯，我不知道，我第一次体会到，真的很神奇，很神奇，真的。但是我到5月2号我上班，刚好我去办公室要拿资料，哎，刚好在路上看到总厂长说：“总厂长，你最近很不如法。”你为什么忽然会这样讲？我不知道哎，我就他说：“对呀，我也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昨天送去，怎么一直看到你了？”哎，那他认为怎么样？他说：“那我改天我再去找你，因为那时候工厂有那个申请 ISO， 因为我们食品厂是要申请认证出口，是主要公证就通过了。嗯，这个我就想，我们客家人，你这句话讲下去的话，3天见效，真的。对啊，以前我所以3天吗？”对，我5月1号我看到他，5月2号跟他讲，5月3号我心里面比比宝宝很你出来在等就对了。我礼拜5月4号，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哎，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那个食品厂刚好是做那个饼干的，那面团刚好掉下来。面团？嗯。哎，我那个组长，他看到这个面团掉下来，他就。刚好他走过去，刚好掉下来。他一掉下来，把窗帘帘布就头就伸去，就趴下去，就那个一趴下去，头脑浆血就撞下去。哦，撞下去，那是他就当场毙命的时候，我一个女同事，嗯哼，他说：“哎，组长，你怎么到现在还趴着？你在懒惰。”他又跑过就走掉了。5分钟回来，又在趴着，你又在懒惰，你还不起来？一看下去，吓死掉，赶快跑去跟他老婆讲说：“老婆，哎，那个你那个你老公，他一听到老公，一下就倒下去了。”哦，是。一倒下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心里面就很那个，这么好的同事离开一个，我们真的很不舍得。是。但是呢，因为事先就有一个征兆，如果当初我们知道，就是说赶快来请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我们可能可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对，这也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结束了哈。然后到他的后事刚完毕，他的老婆要我去他家看，因为我是刚进去，嗯哼，不知道，我就请那个延冲法师去看。哎，他们的那个左边放那个一个浮雕，一个那个9只马，很漂亮。但是他的马，但是他是往内的。往内。
往内跟往外有什么关系吗？因为往内师父说上往内是战败嘛，哦，战败了，往外是战胜嘛，往外就是往外冲嘛，对，他都是转往内，哎，冲的时候，结果那时候他家是刚好是北澳高，嗯嗯，有钱嘛，他爸爸有钱嘛，就是去三义雕刻厂买老鹰、老虎。哦，哎，最喜欢那种雕刻。对，嗯哼，他说就放下去，结果我同事那时候还没往生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嗯哼，奇怪，我家里到天亮的时候怎么乒乒乓乓，这些灵性的东西都来了。因为动物它是白天是形，晚上是影。白天形，晚上引起来。白天是他那个他的这个形，就是老鹰，就是老鹰，是是是。但是晚上他就变成那个妖魔鬼怪。哦，其实家里有这一些，不管你是雕刻、木刻，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哎，我们说的标本啊，或者图样哈，师父有开示说哈，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应，有应就有动了哈。对，所以这个就会有问题了。所以你发现他家就是有这些东西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先修班，我到诵经，我想，哎，我诵经怎么这么灵呢？哦，结果灵的，但是我一个人没有救起来，我到现在我心里面我还很挂碍他。不，我认为当然挂碍是大家都是好同事。对。可是呢，也因为你刚刚接触妙法，可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以后只要有任何一个征兆的话，我们可以再请示师父或者是我们的法师，或许可以化解这一劫。那也有可能就是因缘不具足嘛。对，所以你也不要说很挂碍在心里了哈。在我通总堂长，我跟他这样讲，我五月二号跟他讲，五月六月二号，他过意不去，他退休了。哦，是，真的是很可惜。是，没错，因为真的是损失了一位很好的、优秀的这些员工嘛。对。当然，就是说，陈师姐，你说你有帮你们的这个经理，他处理一下虎方的这些风水的问题呀？对，因为真师兄这个案例，嗯哼，我们都有同感。是。那碰到我的话，那当初我要怎么说服我这个经理说？嗯，你要不要换个位置？哎，是。可是我找不到理由。他想说，我经理当得好好的，我干嘛？对啊，你叫我换位置，我就换。哎，是是是。那我就作罢。两个星期过后，事情就来了。哎，是非多。哦，是。然后被密报，他说我们整组每一个成员工作态度、纪律、整洁都很差，哈哈。然后他是被叫去训了一个早上。哦，训，被训还好。被训，第二天要他写报告。哦，还好没被我坏掉。第三天，他说报告写不出来，整组解散。哦，真的吗？已经这样讲。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在吃饭，我就把他请出来，因为他都被上级召见，是没空的吃饭时间。我说，经理，我真的吃不下，你可不可以出来？你也是他的组员吗？对，12个人。对，这个成员大家没事做。对呀，啊，多严重啊！是12个家庭。后来他听了吗？后来他听了。嗯，那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说，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挽回我们这一组吗？嗯哼。结果呢？结果 OK。你帮他调了？全部依我们跟他讲的法是全部做。然后在这个要处理这件案子的当天早上，我还念天德经。嗯哼。依师父的法，一步一步的做，嗯哼，念天德经回向。然后这个事情完毕的时候，我连续念了一个礼拜的天德经回向给我们这个经理及我们那一组的12位成员。是是是是，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圆满。你看，你让12位的员工大家有饭吃，一直维持到现在。哦，是，太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是是是是，真的哈。
我觉得哈，就是说，刚刚师姐提了这个案例，其实会影响到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试看看呢？你不试，你试了以后，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再回来就好了吗？嗯哼。所以你这样子让12个人有工作有饭吃，很不简单了、那你还要提到，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说，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为什么你对这一句话特别的有感受？我一进道场，这句话就印在我心里面，因为我之前。我在体检，或者我想要去捐血，我的血红素都不足，然后我的血压非常的低，我就把这一项先摆在前面，因为身体健康才有力气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那我就依法师讲的，我们元神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他说。你吃的食物一定要来生才会有帮助、那时候我有非常的认真对食物金木水火土每一样都不能缺、然后一直诵经回向自己身心健康哎是所以现在我连续捐了13次哇太好了功德太好了功德太大了所以觉得学习这个妙法师兄你来讲因为你说你以前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或者做什么事情，动不动就受伤，对，还挂急诊呢。我那时候我还没有进道场的时候，每次尤其是一级道座、二级道座要工作的时候，主那个主委一定要给他弄干净。我一去到的时候，刀子一拿，乒乒乓乓就开始做了。一做的时候，我就很小心，我说不要砍刀，不要砍刀。结果砍到了，结果就砍到，一砍到就叫我手先压着，叫我侄子，你帮我带去挂急诊。是，血就喷出来了。结果每次几乎两三年都要一次。进到道场的时候，师父说，你不管去哪里，你去山上爬山，或者去哪里的话，你嘴巴要甜一点，诸佛菩萨。请你让开一点，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尤其我们像爬山，尿急的话就，诸佛菩萨，我要在这边，请你让开一点。是。他就让，他就是说不会在嘴巴，就是师父说啊，那会被受惩罚的。对，那我去田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说我每次去田里，为什么我每次这个又接石子？补了又砍，砍了又补，补到最后我说，师傅上跟我们上课说，你们做什么事情，你要跟那个诸佛菩萨说，请你让开，我工作做好，你再回来。那我就是，这几年就没有了。是。没有以后，今年刚好清明节扫墓，我们是在大家田。我去布置会场完毕，我约我师姐说，我们比较慢的赶快来去。我看到那刀子就在那边，墓碑又一撮草。我就想刀子拿来就这样砍下去。结果是砍到自己了。草没砍到，这个刀子砍到墓碑，划到手，这边砍下去，缝了五针。我那个骑车子，我又怕跟，因为我师姐，因为我血一直流嘛，我就那我骑好了，我骑快一点，那一直骑，那血就一直滴了将近3公里。是哦。那旁边人说，你怎么那个血一直丢啊？那骑那个开车的人滴到他的。那个镜波，他说你受伤了，我知道受伤。所以同样一家医院看医生，我说这个人又来了，又割伤了。对，所以那时候也没带钱，那时候就是我是想应该不会，今天应该不会受伤，不会受伤不会带钱，结果气到疯了。那个什么，你有没有带半毛钱？你有没有带1块钱？没有，健保没有。先缝再说嘛，救命要紧。没有，他缝好的时候，他说：“那你给我签个本票，16000块。”要那么贵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肉不如猪肉。是。
所以师姐，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一次师父希望说我们诵经吗？啊，诵经我们可以啊消灾解厄，而且我们诵经呢，牲口一供养这些佛菩萨，哇，我们的祈求平安或者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呢，都可以远离我们，让我们很顺遂嘛。诵经你诵几部啦？目前我现在跟我们师兄合起来2600多。2600多，好天文哦！我已经师父已经发一张那个墨宝给我，我很高兴。只发一张吗？目前是暂时发一张，因为师父说1000一张，2000两张哦。对，我这样我一斤一下，我一斤要3000张。哦，一斤要加3000，哎、欸，真的是佛光普照啊！哇，太厉害了！你是怎么送的？你每天都送经吗？因为我还在上班，是我在交通车上。我只要一个人坐的时候，我一定把经书拿出来，就在车上就念。是，回家的时候也是，车上很挤的时候不方便，对，很松的时候，我一个人有位置，我就开始诵经，开始诵经。有时候塞车，我在车上就可以念了5部。哦，好厉害哦！是，那师兄你是利用什么时间来诵经的？因为我现在目前我已经退休了，我就每天早上一定要念2个小时。还是，我假如我今天早上没念，明天要补回来。哦哦，是。我都是这样子，因为师父说要送这么多，而且有10部经的话，我是每个月送1部经。以前没有，现在就是每个月像王禅老祖。哦哦，是是是。就一个月，这个3月不同的经典啊。哎，就是一个月送1部经，是，然后合起来是，差不多。到现在差不多1600部的哦，是，所以两位加起来就是2000多部。对，诵了经以后，你发觉对你个人或者家庭有什么帮助？诵了经以后，我觉得心里面比较安，不会做那个不会什么起烦躁心。是，以前会吗？以前像我诵经，没有诵经，玩股票，哦，大部分都输掉比较多。哦，真的，因为。不沉着，你当你诵经完毕，你头脑很清闲，玩股票都90%有赚，90%多应该都赚。哦，是哦，对，原来还是这么好的哈。所以诵经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那当然，因为师兄他现在退休了啊，小玩一下哈，那很不错，多诵经，哎，他有获利还不错嘞哈。师姐，你觉得是诵经了以后对你人生有什么改变？对我小孩，我的小儿子有一天跟我讲，我在公司很烦。我说你烦什么？他说那个组长哦，他自己不如意，他的气都丢给他的属下。嘿嘿，我说好，我了解。哦哦，我就开始念经回向，回向给他你儿子的主管。对，哎，一个月后，我儿子回来告诉我。妈咪，你猜我的考绩是什么？我看他那么得意，我说不用猜，我看得出来。啊，是，是，真的，真的是绩优。哦，所以有关系到年终奖金。是的。小孩子会包红包给你吗？我希望他能够交他的智慧会员的款项就好。哦，是，妈妈，你的愿望好少哦。我替他高兴啊，他这样子很乐意捐，就是最好的。没错，尤其是啊，交功德金有很多都是父母亲帮他捐当会友。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很发心，哪怕就是100块，我们觉得非常的诚心。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我们在全省。啊，都有北中南，我们都有这个功德基金会的这个办事处，而且呢，每个道场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去捐100块，这100块呢是做功德的，而且呢就集合大家的力量为力量。老祖的妙法这么好，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广传，家家户户都平安。所以我希望就是利用一点时间，鼓励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学易经，加入我们的会友，好不好？希望有缘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学易经，让你生活非常的充满法喜。是，师兄来。人生60步，携带何时？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多念经，
阿弥陀佛。师兄好深奥嘞，讲话。好，夫妻本是同音鸟，但是修行分开在个人。对，太好了，我永远记得你这个经典的话。今天感谢二位接受访问，祝福你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东西那么近，感谢收看，用心看台湾，大家学易经。师父弘文上师开始，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Thank you.